16年来每日风雨不改的在此练武，真是十分难得。蒙王爷自小栽培，怎么能辜负王爷的期望呢？唉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经16年了。想当年我把你从中国带出来的时候，你只不过是个小孩子。 现在你我都成了韩国人了。王爷武艺高强，所以才会蒙皇上赐高职享后禄啊！哎，我是老了，往后的日子要看你们的了。哼！禀报王爷，有个名叫洛公的有要事求见，快叫他进来。是。 向王爷请安，啊，快起来，起来。罗公，你千里迢迢而来，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？是的，王爷，孙将军带着号称南权的沈营伟，要从中国来查3年前100万两银子被劫的事。什么？这怎么办？铁血银狐又不在。 客官，要租房啊，请进啊，房间干净，大小都有，请一请。哎。
您的房间在那边啊，请。哦，刚才那位姑娘是谁呀？啊，是我们老板的千金，老板出了门，她来帮忙照料铺子的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叫金青青。好美的名字。什么？您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。 您先歇会儿啊，我去给您沏茶。请，丫蛋头。哎，啊，金姑娘有什么吩咐啊？丫蛋头，刚才进去的那位客人好像不是本地人呐。哎，当然不是了，要是本地人也不会到这里来投诉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好像不是韩国人。啊，他是中国人。哦。 啊，他刚才问起我你的名字来，真的？那么你有没有告诉他？当然有啊，他说什么好美呀。那你有没有问他姓什么？哎呦，那倒没有啊。哎，我现在就去问他啊。不必问了，你还是赶快泡茶给他送去。是。 孙将军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呢？这倒不大清楚，不过他马上要来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当年，铁血银狐跟我商量过，说急着响银绝不会出纰漏。唉，现在的人又不再真急死人了。世伯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？他来去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那谁知道呢？其实。 孙将军倒没什么，只是他的副手沈英伟武艺高强，经理人人都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们跟他拼了。嗯，没有把握不许轻举妄动。再说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对我们也不利。哦，对，给他来个借刀杀人。
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，在下初到贵宝地，一切拜托各位关照，有钱的帮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。来，各位，在下卖的铁打灵药，专治一切内伤外伤刀伤烫伤，来一贴就灵，要是不灵我就当场退钱。还有各位，谁要肯给我两个铜板，我就让他打三拳。来，有谁不信的尽管试试，两个铜板打三拳。来，哪位想试试的出来。哎，来啊，这位想试试。哎，大爷是不是想买点药啊？喂，你敢不敢让我打三拳？我是靠此为生的，您大爷肯出钱当然可以了。哎，谢谢。怎么，一拳是受不了了？把他拉起来。还有一拳呢。叔叔，你们为什么打我叔叔？叔叔，叔叔，干什么？滚开！叔叔，叔叔。兄弟，他只是个跑江湖的，混口饭吃，何必要他的性命？好，既然你喜欢帮他说话，剩下的这一拳由你接住，请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你只能打一拳。谢谢，陪你叔叔找个大夫去看看啊，早点休息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拿着拿着。谢谢。大爷您回来了。金姑娘在不在？她在后面，要不然我去叫她呀。不必了。大爷，租房啊，请进。请请啊，请。请啊，李文。这边。怎么？小二哥，你也跟我在那边开个房间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请。
小二哥，那位姑娘是谁呀？哎呀呀呀，怎么来的客人都问一样的话呢？她叫金晶晶，是这老板的女儿，大爷你的房间在那边。哎呀，来呀。受皇上之命，一连比武三天，为选拔天下习武者之精英，特召集四方英雄豪杰在此比武，胜负由霍王爷亲自裁决。参加比武不需全力以赴，凡能击败群雄独占鳌头者，即荣任为皇城锦衣卫教头，献上黄金百两，绸缎千匹，随从百人，入长凤，享荣华富贵。凡参加比武者，得先与本王府副教头落宫挑战，比武无戏言，不论生死，各安天命。此步，比武开始。功夫不错，可惜已经累了，叫龙伦出来跟我比武。等一等。
天比武到此结束，明天继续。对不起，没有房间了。请到别家去吧，不能进去啊，对不起啊。你们这些人都是胆小鬼，谁敢出来跟我比武？都没有种。你来跟我比武。放我下来啊！叔叔，我是来给你送人参的。谢谢你。好呀。你要不要跟我比划几招？哼，你放心，明天我会在教场跟你交手的。滚出去！等着瞧。王爷，你为什么白天不准我跟那个恶鬼人打呢？龙伦呐，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阻止你跟他交手吗？他就是欧洲季级冠军斯冈维夫。原来他就是打败德国黑豹的那个恶鬼人呐。对，就是他。当着那么多人面前，如果让一个白种人赢了，我们的面子不是太过不去吗？王爷，请问有什么妙计吗？明天还是先让你跟他周旋，如果三个回合还赢不了他，那就用暗器来对付。谁叫你来的？我去砍柴，经过这儿看见的嘛。叔叔，我也要学功夫啊。傻孩子，功夫有什么好学的？学了功夫，人就不快乐了。怎么会呢？学了功夫就可以打坏人啊。你怎么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呢？你父母亲呢？都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可怜的孩子。好，我教你一招。你能不能先帮我做一件事？可以，只要你肯教我功夫。你说吧。你去客栈，把这个交给金姑娘，就说住在她那儿的叔叔送给她的。好。好，那你现在就去吧。好。
早，金姑娘。早。我听说你要去比武场。是，我要跟那恶国人较量一下。你可要小心。谢谢你，我知道。刚才我替你沏了一壶好茶，喝了可以提提神，请用。谢谢你。好茶，谢谢，我走了。千万小心，早点回来。我知道。金姑娘，金姑娘，小弟，有什么事吗？金姑娘，住在你们这里的那位叔叔叫我拿来送给你的。啊。你把它带上去试试看嘛。嗯。嗯。好漂亮啊！小弟，谢谢你给我拿来。要不要喝杯茶？不用了，我还要去砍柴呢。再见。何必耗那么多时间在那恶国人身上呢？还是让我来解决他算了。好功夫，仅一位教头之职，非壮士莫属啊！谢王爷美意，只是在下有事缠身，不能久留，请恕罪。哎，小弟弟。小弟弟，
你把差交给金姑娘没有？我已经交给她了。啊，她有没有说什么？说倒没说什么，只是笑啊。笑，笑就是喜欢。好，谢谢你，我走了。叔叔，我要跟你回客栈学功夫。不行，今天你不要去。我要跟你去嘛。你如果不跟去的话，明天我多教你一招，怎么样？真的？也好。你不要骗我哦。我先回去了，明天我来找你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金姑娘，您回来啦。金姑娘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金姑娘，你带了这个钗好美呀。是真的吗？谢谢您的夸奖。不客气。你有没有见着他呀？就是去跟俄国人比武的那个人，他输了还是赢了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见到。金姑娘。金姑娘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我把那个俄国人打跑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那这我做了个荷包送给你。送给我的？嗯，谢谢你。你们是哪一伙的？你得罪了大名鼎鼎的俄国大爷，我们要你好看。哦，原来是一帮洋奴才啊。上。壮士这样好的身手而隐姓埋名，实在太可惜了。王爷过奖了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在下所学的只是皮毛而已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
我想请问壮士，你对我的提议考虑过了没有？王爷是说锦衣卫教头？哎，是的，在下实在不敢担此重任。你既然不想做锦衣卫教头，那又为什么前来比武呢？哦，我只是看不惯恶国人的气焰，给他一点教训罢了。嗯，龙伦，你不必多讲了。壮士，我看你的武艺真是冠盖全伦，老夫衷心的佩服。壮士，我有件要事要拜托你。王爷言重了，不知是什么要事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只要你答应了，自然会告诉你的。蒙王爷看得起，敢不从命。这次我到贵地是有一件急事要办，王爷能不能给我宽限数天？好的，那么我就给你三天，如何呢？一言为定。你是谁？你别管，你一直在跟着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我要跟你谈谈。你想谈些什么？那天比武要是我参加了，你就没份儿了。还没交过手就判定胜负，我看未必吧。你答应了任锦衣卫教头，这不关你的事。霍王爷，此人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。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心，请你不必多言。哎，我是在提醒你。你是存心在找麻烦，有什么指教我一定奉陪。哼，正想开开眼界，请。
你们两位是不是在练功啊？啊，你们继续练呢？啊，不，我们已经练完了。对，我们下次可以再练。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你。想我？想我什么？想你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想你是到这儿来做什么的？啊，想到答案没有？还没有。我告诉过你，再过几天你就会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是到这儿来干什么的了。过几天？嗯。过几天你就会离开这儿了。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千里迢迢，谈何容易？你不是说过喜欢到中国去吗？你来看我怎么样？去看你？哎，你喜欢的话还可以住下来呀。恐怕到那个时候，你已经忘了我这个韩国姑娘了。怎么会呢？也许我能去中国的时候已经很老了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啊，当然喜欢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因为呀，到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老了嘛。王爷，刚才我接到报告，孙将军将在7日以后就到了。王爷，有什么良策吗？我还要快点想办法呀。嗯，我正要与你商量此事。孔雀谷是他们必经之路，你带领一队人马就驻扎此处，然后令那个锦衣卫教头率众刺杀孙将军，你就趁机将他捕获，就地正法。嗯，禀报王爷，铁血银狐徒弟黑狐回来了。哦，黑狐回来一定有什么消息。嗯，他在什么地方？他和乐公两个人已经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打起来了？我们去看看。带路。哎，啊！跑！哎，跑！哎，那！哎，你！哎，啊！嗯，哎，嗯，两位请住手。他，乐公，他是铁血银狐的入室弟子黑狐，你们没有见过吧？黑狐，还不赶快过去见过骆大叔。黑狐冒犯骆大叔，请恕罪。不知者不罪，我见你神色匆匆而来，才起疑心的。黑狐，你师父呢？禀报王爷，师父叫我先回来通报，他马上就到。哦，你师父知道孙将军那件事吗？知道了。拜见银狐师傅。师傅，银狐师傅，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？我是知道孙将军这件事，特地赶回来的。你回来了就好了，事情就没有那么麻烦了。听说你请了一个什么锦衣卫教头？哎，师伯，那是你不在的权宜之计。嗯，此人武功如何？哦，相当不错。好，很好，明天让我试试他。等一等，你就是那个什么锦衣卫教头吗？有什么指教？听他们说你的功夫还不错，是真的吗？过奖了。铁血银狐叫你去一趟，我现在没空，明天再去好吗？别推三推四的，不知好歹。哎，你说话嘴巴要放干净点啊。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又怎么样？
你啊！起来呀、啊，再打。放心，我明天会去的。王爷，请你在这儿等一等他。哦，啊。好了好了，天险银狐师傅，你不要伤了我的锦衣卫教头啊！你们也下来吧，啊！王爷，嗯，不错，还能接我这几招。王教头，我来介绍，这位就是铁血银狐师傅，在下见过大名鼎鼎的铁血银狐老前辈。嗯，老前辈，也许我能接你的招数比他多。你是谁？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找我的朋友。这个人我不认识他。竟敢私闯王爷府，你可知道该当何罪？任凭王爷处置。老前辈，让我去处置他。等一等。你想接我的招？正是。落功。嗯。这是什么？没有他，我今天已经死了。
你故意让人家打你啊？不挨一下，怎么知道他是如何出招的？小弟弟，如果有人绑住了你的双手，你怎么跟他打呢？用脚啊。用脚？那这样，嘿。对，用脚。师伯，你觉得那个锦衣卫教头的功夫如何呢？一流高手。他不是被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力吗？他跟我过招的时候只用了五成的功夫，瞒不了我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也正想知道。依我看，这件事我们要小心提防。你放心好了，我铁血银狐没有那么容易相信人的。我想派人去试他一试。师父，如果这样，万一出什么纰漏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我倒想出了一个妙计。三更半夜闯进来，请问有何指教？哼，我来告诉你，明天你要离开这里。这个客栈，不，这个地方，凭什么？哼，你管的闲事太多了。如果我不离开呢？对你不利。你的话是在吓三岁小孩？好好好。我以后不再多管闲事，这样做总可以留下了吧？除非你真的答应。当然。告诉你，你骗不了我的。南拳，你别他妈的神气！我早知道你是孙将军的保镖南拳沈英伟。那你一定知道我来做什么的了。哼哼，当然。那你更要马上滚。不是我滚，是你我之间必有一个要离开。也许我们马上就可以有个分晓。不，你得为金姑娘想想。上次我们没有分出高低，明天一早到燕山决一胜负如何？好。
沈英伟，你不必再去燕山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不与你决斗，无论谁胜谁负，对于我们都没有好处，什么原因你以后会明白的。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才可以代表正义，代表法律，这是十分愚蠢的念头，也是十分好笑的。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是完全相同的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快乐和不幸，别人无法了解，无法替代。你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而来，成功或者失败，对于你只是一种经历上的记载，对我却是生命的全部。愿你我有再见的时候，或者这一天是充满血腥的日子，我想我们都不会再斤斤计较，因为你我都明白，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如此凶残的豺狼，萧逸飞。萧逸飞，原来他是大名鼎鼎的北腿萧逸飞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！叔叔，小弟，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金姑娘被人绑走了。你快点，你快去救她嘛！啊，叔叔。快点，快点走！你是谁？轿子里边是什么人？这里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刚才绑我的那班人好像是王爷府的人。奇怪，你怎么一大清早会在这儿呢？我是想避免一场流血。啊？什么流血？你是不会明白的。你现在想到哪里去？我想要回家。我送你回去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我们赶快过去谢谢他吧。啊，好。
杀了人就想走了？是他先想杀我。当然了，谁让你插手多管闲事？让你陪他去吧。早知道你飞刀厉害。派去劫人的教子也半路被劫了，这是谁干的？南拳沈英伟干的。好小子，沈英伟已经来到了。哼，你那个宝贝教头就是沈英伟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对，那个人就是南拳沈英伟。该怎么办？你不必担心。我已经派了塞外四署去收拾他。什么时候？现在应该碰上了。哦，原来师父早已经料到了。各位，告辞了。等一等。你要答了我的问题才能走，你问吧。你为什么那么好心来告诉我他就是沈英伟？我与他仇恨不共戴天。你说来听听。此人跟随孙将军，自以为替天行道，作恶多端，受害者何止千百，我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。你所说的可全是实话？要是撒谎，哼，我何必来告诉你。那你去替我解决沈英伟如何？你不是说过你与他仇恨不共戴天的吗？我本来就是要亲手宰了这小子的，可是他武功卓越，没有把握，不敢妄动，所以才来让你解决他。你放心好了，他与塞外四署已经周旋了半天，不死也得重伤，你可以亲自报仇雪恨。现在他们在哪里？金谷岭。那我立刻赶去。Thank you.
萧逸飞，我找的你好苦啊！我也找的你好苦啊！多谢你救了金姑娘，不必客气。我找你是要取你的性命。此话从何而起？你作恶太多，恐怕连你自己也记不清了吧？啊，能不能讲明白点？不必了，哎，我不能莫名其妙的跟你打，你心里有数。 小子，你好好的再练，会有出息的。等一等，素文前辈号称中原武林第一高手，晚辈萧逸飞想向您再领教几招。请前辈赐个机会，让我好再江湖上向人吹吹牛。你不是已经试过了吗？ 再想试试，你要知道，这次你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的了。哼，如果让小辈侥幸赢了，那我岂不是成了中原武林第一高手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有志气，老夫成全你。哎呀！哦。 Yeah.
演技演得真像，你的表演本领也不差，鼎鼎大名的游侠萧逸飞居然差点连我也给骗过去了。<笑>如果不是这样，很难收拾这老狐狸。我为了报父母之仇，已经找了他好多年了。这次登盟，萧兄相助，幸不辱命。明臣我将押一干人犯回京，萧兄与我同行如何？<笑>地漂泊江湖，四海为家，沈兄的美意。 心领了，指望你我后会有期。叔叔，沈兄，请代我向金姑娘问好，保重，萧兄保重。 是到哪儿去了？哦，他已经走了。